翻开地图，发现地方名菜，打开味蕾，迷失风味江湖。这一站仍然是中山。对喜欢传统文化的人来说，中山是广东省曲艺之乡、华侨之乡；对热衷美食的人来说，它是广府菜发源地之一，满满都是隐藏菜单。如果要问来中山一定要吃什么，街头巷尾都是答案。猪油碗啊，这是有的菜油碗，正宗的沙琪锅。中山这边当然有特色的就是乳鸽了。等等，乳鸽难道是大名鼎鼎的国宴名菜？来自中山的红烧石岐乳鸽，中山石岐的又特色菜。说的话，应该是石岐的那个本地的特产。稳了，那到底哪家好吃？烤面是可以，这里的乳鸽可以，不可以我们不来。到中山吃乳鸽，去石岐找朝哥。美味导航一键直达，这里就是好面色朝哥厨房。哇，石岐乳鸽好大的招牌，就这样一道招牌菜挂在门口，朝哥一定是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了。朝哥，朝哥，到底谁是朝哥？到底谁是朝哥？我就是朝哥啊。美女多少个人呢？是一个人了是吧？哦，平时人家都是很那个很尊重我，也是叫哥。